仲有陳偉業。冇錯，我係問翻我嗰個跟進問題，因為頭先政府咧係有啲誤導嘅，即係我諗秘書長特別父母局都要幫手答答咧，就係嗱，如果你話曾經試過好似今日類似嘅文件，特別 A 至 F 咁仔細嘅，都喺所謂前期工程見過嘅咧，即係我可能即係失憶記憶唔好啦，係嘛？就算你今日過都好，我唔知今日有冇機會投票啦。希望會後你俾翻份文件我哋，3億5千萬嘅撥款作為前期工程，包到咁仔細同埋咁大嘅工程，即係過去政府係過個財委會嘅，你可唔可以？政府有冇需要俾啲資料我哋咧？有冇？我主席或者我補充啊，按我記憶咧，就係、是、一般嘅公務工程咧。其實有很多時候都是要申請撥款攞顧問費的，而嗰個請嗰個顧問咧，一般嚟講咧就由睇嗰個工程，由起步開始睇到去嗰個工程監察去完成為止嘅。咁所以申請我哋話即係一般慣常嘅做法就係講呢一點嘅安排。嗰個顧問請嘅時候，一般係會有一部分嘅工作係要擬備嗰個招標文件，甚至要幫手做嗰個評審。秘書長唔係去到 A 至 F 咁仔細啊嘛。到呢度